穷了，兄弟们，昨天把录像上传了，昨天晚上看到外面什么都看不着，今天一看，哇，这有兄弟们泳池，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别人游泳。开箱了，看看今天午饭吃什么，糯米鸡，还有我的小包子，绿色健康小包子，咬了一口啊，里面也是绿的，猛绿，还挺甜，还挺甜，赶紧用卫生，赶紧用卫生，兄弟们，干了，兄弟们。咱们这个包子好合适，它是一份三个那么大。兄弟们入乡随俗，赶紧卫生，兄弟们。啊，我肯定用我吃的。赶紧啊！再来一口。今天是第一天，来的第一天晚上，1月1号第一天晚上，元旦节。我们今天点了麦当劳，昨天吃的叉烧饭嘛，今天点的麦当劳，给兄弟们看一下。两个中薯，然后两个汉堡，两个可乐，还有这么多炸鸡，给了合教一个，不过也够了。Delicious， 嘎嘎好吃。1月2号，天气巨晴。哎，回房间，回房间，房卡消磁了。那去那边，他前台给那个房卡重新刷一下。点了个手机，全是英文字母的手机，还是一模一样的相机。哎，还没有游戏，下载自己下。能有人来装路由器，网好一点。现在和小手机准备去买点东西。这光好差呀、啊！阴阳脸，全都是阴阳脸。现在在电梯里，20万巨款带着，20万巨款去买。我的思念，4、6月，搜一下。对，我们去便利店，不用去商场。买水喝。哇，我就不该穿拖鞋了，好硌脚啊。你看到了吗？看不懂啊。那个 CEN 啊，好像是那个吧。那不是牙医吗？哦，牙医是那个。还是在这里看。这马路是怎么做的一个方法呀？不知道，这马路怎么过？啊？人类鬼火怎么过？是啊，这怎么过？没有人行道吗？没感觉他们会停啊？我也没感觉，好危险！回去吧，珍姐买的喝的。走吧，回去吧，珍姐买的喝的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这鬼火太吓人了，络绎不绝。你看，兄弟们，这都是我靠，他们老快了，他没有人行线。一趟出门，因为没有过马路，然后又回来了，人宣告失败，所有人让人笑话。出门了吗？出去了。小圣诞树，你们去哪儿买的？哪个便利店？你们要过马路吗？那个马路老多车了，不敢过。你们都买了什么吃的？嗯，买了水给你们，还买了泡面，还买了泡面，还有泡面。那泡面是这边的泡面，本地特色，好吃。挺好吃的。还泡面，挺好吃的。居民说好吃，它是拌面。哦。哎哎哎，别拿走，我们拿水回去。嗯。这也是泡面的，知道吗？可以拿，拿两袋。这一袋你们可以拿走，袋大的。OK， 看来，看找什么？有训练的朋友。嗯。拿什么？两个蛋吗？牛肉丸。牛肉丸。回家。出门一趟，一分钱没花，兄弟们。顺来两瓶可乐，然后两个牛肉丸。一个芬达，还有一包方便面，赚了，兄弟们！看楼下还有人游泳，兄弟们！楼下的这几个小姐妹已经游了2个小时，都醒来游了。怎么真能游啊？全是牛味，能吃是吗？什么？我靠！干吃有点接受不了。拜拜，兄弟们，晚点见。走，训练赛，训练赛死得早，出来吃自助餐。啊？死这么快？死了？你睁眼啊！死了就来吃啊！先大致看一看。怎么这么多甜品啊？消掉了。有点多了，我一头吃个鸡，
吃点柴鸡。鱼，这鱼吗？你好奇怪。牛腩土豆，真行啊！点水果。走了，找个风水宝地坐一下。弟弟这牛腩、鸡和鱼，还有印度米。手抓，知不知道？我看这个鱼怎么样？鱼一百。鸡好难吃啊。那个、牛腩可以，我没吃完，他会不会塞我嘴里不让我走？哇，有点柴，我不该拿三个的。你要拿就拿腿的地方，像这种肉这么透，你一看旁边很白的，就是很明白的。那没事，我喜欢吃鸡胸肉。两个鱼真吃不下去，一股咖喱味的鱼。走了，回去了。回酒店啦，收拾收拾，给兄弟们开播。一时半个小时用电脑开播，终于伞兵举起了他的手机，打开了直播，用电脑看自己的直播，真到位。OK， 一月三号下午两点，尝尝这个吧。不好吃，傻杯刚说一大堆没录上，好，重新偷，没录到，重新偷，啊，兄弟们偷个豆腐啊，兄弟们，我真没录到，重新录，豆腐好吃啊，兄弟们，豆腐好吃，偷零一个鸡肉，兄弟们，鸡肉好吃啊，兄弟们。还不错，已经干了两瓶了。训练赛间隙，珍姐过生日，抢她东西吃。您不会蛋糕都要手拿吧？手抓蛋糕。哈哈，真手抓。手抓蛋糕，看到抢蛋糕没有？完啦！在别人房间发现了一个勺子，不用吃手抓了，真好。不是我们用的。没关系，我洗过了。开吃。今天来给大家录吃饭，这小土鸡刚刚让我给他做的这个，然后这边是我要煮的一个拉面，说开整，兄弟们，不是上头关了，哎，手机退出去了，给你们放哪个地方呢？给你放这个地方，这个我看看煮多久，180毫升水煮，加水到注水线，保持中火煮6分钟，挑小火，再加入双拼，煮4分钟之后关火。不需要更多锅巴，调至小火继续煮2到3分钟。OK， 高里头，用没有洗过手的手来帮他量一下这里的够不够。OK， 这边在煮水，这边在煮水，然后这边在给树涵做那个什么辣味三拼。这边水已经开了，刚刚是开了的，然后我刚刚等，哇，看到了没？热气腾腾，那边高里头。OK， 他搅拌一下，啊，说是煮4分钟，直播间的观众们会告诉我们煮4分钟是多久。这个饭有没有15分钟？好了吗？还没有。兄弟们，这个面已经煮好了，韩将军的这个也好了。往里面吐东西吗？没有。吐口水吧？没有吐口水。没看过。用没有洗过手的手来。做好了，刚刚炫了两个剁辣椒，火关了，火也关了，这面剁，你看到没？这边都，哎呀，前面我跟弹幕说，我去。OK， 赶紧给它弄掉点。没关系，我能吃了。不是能让你装逼的辣。这绝对是能让我装逼的辣。你真试一下，你信我，你真把辣椒弄掉点。好的，搞的。要不你尝一口，这是蛮辣的。还行吧。甜椒。没错。没事，一股香味儿。哎，维拉哥的兄弟们，一股香味儿。哦，又把你们忘了，这回没忘。来，一股香味儿，这样。
vlog 兄弟，饭已经做好了，兄弟们 ，vlog 兄弟们 ，vlog 兄弟坚持，张嘴，抓我吃，抓我吃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，兄弟们？好吃打在公屏上，打在弹幕上，兄弟们，不是打在评论里，兄弟们打在评论里，那少点赞少评论，我以后就不发了，兄弟们。来口牛筋，兄弟们。啊 ，vlog 的兄弟，来口牛肉，来张嘴啊啊 ！vlog 的兄弟，喝口汤，喝口汤。来来来，张嘴。好了，吃完饭了。